一到月份我们总共出口了807万美金，同比增长了67%左右。目前订单呢也比较饱和，每天出柜是在20个柜左右，最多的高峰期我们在可以出到70个柜。Hello， 你好，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。看一下，也10个款，这个系列10个款，这个也十。这个，这个没人加油了。里面要踩中国字。没人加油了。时装10块5毛，这是 blue。这样子。是 20 cm。你好，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Long time no see you， 给多少钱？这个啊。从今年开始，这客人就回来就很多了，而且他们也很需要货源，都来订单了，都补货了。我在电脑拉了一下数据，去年开门一个月，我们营业额是260万，今年的话增加了20%-30%，300多万。Aquí uno va a pagar el muchacho el día. ¿Qué quiere? Lápiz. Bueno, necesitamos una.